你好，我是折纸王子，我们来折一款飞得很久的纸飞机，金属头滑翔机。我用的是 A4 纸，首先把两个边对折，展开，两个角往里折。再侧往里折。展开这个边折向刚才的折痕，按照折痕往里折，上面也一样。翻到背面，把这个角往下折，这里留出一小段，把这个角往上折，折向这个交叉点，把它对折，翅膀折下来，另一侧也一样，把翅膀分开，前面的这个角往里折一下，展开，撑开，压进里面去。这样一款飞机就完成了。关注折纸王的学更多，我们下期再见。